议员、各位秘书、各位助理、各位里长，啊，现场亲自本人来的哈，林美燕议员、周丽静议员，还有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晚午安，大家好，好，晚午安，快要到晚上了，午安哈。但是因为其实大家很多好朋友心里面已经开始这个不一样了，因为马上就要放假了哈。但是大家在放假前，市长还是要工商服务一下，希望大家。保这个，哎，对，要做好这个防疫哈啊，做好维持这个场地的整洁。因为你看这个场地，我们很多志工哈很辛苦的把场地整理出来，哦啊，就所以说三天的市集，29、30，还有10月1号啊，从929到10月1号啊，那每天早上呢，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8点啊，这是很好的地方，所以来这边。逛逛市集，然后乘乘凉，然后这边走一走啊，然后就走到海边去，那实在是非常好的。所以说这边的市集哈，总共60摊哦，那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好朋友来，到时候一定会很牛，才会找人。但是请维护场地的整洁，但是也要重视自己的防疫，尤其在草边、草丛边哈，有时候蚊子多啊，防蚊液该涂的时候涂一涂啊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，因为你自己。你自己如果被感染了，回到家不知道，然后被家里的蚊子叮，然后叮给家人，然后又家人又群聚了，哦，所以说要拜托大家，哦，做好自己个人的防护，这样子中秋佳节不管吃月饼，不管吃披萨，哦，不管野餐，这边可以野餐的 哦，大家都会很快乐的。但是这里不能烤肉，因为这是森林，不小心烤肉就引起这个火灾不好，哦，所以说这里不能烤肉，但是可以野餐。欢迎大家来，好，那这边这么多摊位，一定是应有尽有啊，非常，而且都是文创摊位，很多创意的摊位哦，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，能够啊度过快乐的中秋连假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好啊，今天我们做一个开箱的记者会，欢迎大家来到渔光岛，台南是最美丽的地方之一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